说会变娘。你看我像吗？高女生好厉害啊，她比我玩酷，还比我知道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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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总统排在第八棒，要参加800公尺接力赛，要来和国小的小学生们一起比赛赛跑。在全校师生的加油下，总统压轴可不能落亏，跑在最后一棒，使尽全力拼了。但最后50公尺仍是失手，小六女学生立刻跑在前头，总统输给了以球队6年级的小女生。小女生好厉害啊！她比我玩酷，还比我知道哎。很棒，说会变娘。你看我像吗？